的第四次，之前全都储存空间不足，全都卡出去了，没有了，一盘子就剩这些了。看看我这里面这些壳都是刚才吃的，结果都被卡出去了。我这个心呐，录视频太不容易了，宝们给我一定要给我个双击，我去，哎，多亏我带的多，要是少的话，那都没有了。这是我吃的大肠刚才剩的，后背晒得不行了，肯定得晒糊糊了。不过这空气超级好。